好，出发。好，各位网说到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六号闸、七号闸有些碰撞。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就是四号马，金榜题名领先在半个马位左右。对吧？咱们看到另外一匹大热门一号马回头一下赶了上来，旁边看到中间是十号马华腾优雅，三匹马的差距非常小，在半个马位左右。排在比赛第四位就是十二号马如沐春风，排在比赛第五位可以看到五号马黑色彩帽的燕春追风。现在马匹开始入弯，现在看到排在比赛最前面就两匹马，一匹是外栏的一号马回头一下，旁边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十号马华腾优雅，两匹马差距在一个马位左右。这个时候看到大热门一号马回头一下排在比赛的最前面。领先优势已经扩大了 1.5 个马位左右，排在比赛第二位的依然还是十号马华腾雅，接下来排在比赛第三位的可以看到就是四号马金榜题名，马上就400米的之间冲刺，现在还是一号马大热门挥动天下率先进入最后的350米，旁边可以看到还是紧追不放的十号马华腾雅，最后的三位可以看到旁边有马匹出来了，另外一匹中文马匹二号马中国梦从外栏现在是内栏切到内栏排在比赛最前面，现在依然还是一号马挥动天下，最后的150米看一下挥动天下领先在三个马位四个马位应该没有悬念呢，挥动天下本场比赛率先冲过终点挨着果实，挥动天下本场比赛率先冲过终点挨着果实，儿子率先冲过终点挥动天下，第二个终点十号马华腾雅，第三个冲过终点就是二号马中国梦。